Together 是最近被称为小学生总统的四代男女团，在小学生周边扭蛋机里都有贩售 Tomorrow Together 的非官方小卡，还有 IVE 随机钥匙圈和 Kish 的墨镜周边，而文具店里还有卖专辑，让粉丝网友们表示 IVE 和 Tomorrow Together 青春的形象都是 bling bling 的王子和公主，确实很容易让小孩子心动。团体的打造也充满活力，粉丝们则表示去 IVE 活动的时候，有小学生 Dive 过来说要交换小卡，真的是太可爱了。而演唱会场外则是可以看见许多的家长在等候孩子，消费力可说是直达国库的程度，难怪专辑销量成绩这么好。张元英就是小学生女生的总统，感觉这两个团体不该去大学校庆，如果去小学校庆的话肯定很不得了呢。